触碰，神秘的碎片，美丽但危险，但却不值得。为什么每当暴雨来临时候，你该如何渴望不客气，但却不放弃，那又为什么？说什么算什么，给我安慰，倒不如和我断个干脆，和过去的我痛快干杯，这感觉接近越是强烈，无数次在深夜赞扬和反馈，不过是旁人多余的谄媚，决定了就没想过反悔，让节奏来得更加长些，伴我度过长夜，不需要太无聊的推白，我想我是时候应该离开，才没什么能把我击败，打造自己想要的我。